我把脑子都漏一些东西。哦，对吧？这样就比较有效嘛，对吧？最后到免税店才买啊，不然我看那一个最高的那一个哈、哦，买个吃个油条也更加分，吃个饼也更加分，对啊。有看到一楼的要坐接驳车啦，其实这边比较麻烦。哦，我知道他是华信的，在楼下啦，对的。哎，你要刚好上洗手间吗？洗手间。哎，对啊，好，你跟我去上哈。